一部嘅古籍的当地菜蔬，台中东势种水利嘅农民，唐阿多土属于凤菜爱来嘅，就夹夹抢定去捡古籍的。深谷一下大概还有六上捡唔得，农民是做得清凉同果树固定好些，减少损失。大早六点，农民都去果捡，无限菜收果接地。面对土属瑞丰菜进来人群，农民们加夹熟土，同时在收界果接地，先捡落来并仓库，将慢慢整理分期包装。哦，今年的产量实在真好哦，大概农友的果料都真舒适啊！前两日听到台风落来啊，俺茶皮都山上、都山上啊，都卡边啊，强加两界世代共同俺听见的。台风啊，到位嘞。农民啊嘛真紧张，哈！你看牛群呢，像俺那都采收的时候，有少个将实的摘落个，俺摘收四箱的。今年转年夜，同气候的影响，果汁里前后差不多半夜降收，沙土多风采落落。农民除了加加采收之外，每位同忙收界果汁里做好防风采的措施。啊，用那扫雾天机，哈，就两片那贴线棚的，那来机，用其他理由啊个吊紧，莫飞机着。那台风来时呢，小可风雨的话，安怎么顺序安排？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高阶梨呢，比往年哈采收的时间大概往后延了7到10天哈，大概还有60%哈，是在树上还没有采收的，做好防台的准备，以免增加我们的农损。台湾土属瑞丰菜的路线，其实对巴士海客的方向去。而虽然丰菜中心唔愿意到台湾，不过农民还是爱关心，做好防风菜同排水措施，将菜同上海共度千地。客家新闻李新龙台中报道。